哦，你看黑金港西边出海口，在大钟庙那边，古代清朝的时候据佛前。庙的西边还有码头呢，古代的码头。那要进来到盐水桥、兴隆桥了。南桥南老街哦，很热闹。北地殿、慈德禅寺，还记得叫日月禅寺呢。他妈祖庙是务必宫中正路，在北边八角头。叶瑞熙先贤，清朝大概文宗咸丰年代人，后来做到五品官的哦。八角头还有艺术展，还有竹编艺术展品，竹编的花灯展。现在中华民国107年，今天2月27号是农历大年正月12号。到元宵节前一天，元宵节当天后，都有放风炮的重要民俗。传说古代因为有这个瘟疫啊，古代比较繁荣的地区，有的会有瘟疫，有的会有灾难。古罗马庞贝城，古代都很繁荣的地区，还有古代盐水，很繁荣的地区。有瘟疫了，后来信众请示关圣帝君，然后指示要放鞭炮，用鞭炮烟消来消除那个瘟疫的病毒。还有周仓将军的神教在做前锋、做先锋，结果有效。后来就相沿成习俗了。后来21世纪初，好像2016年就已经成为国际重要民俗了。国际重要民俗，盐水放风炮。哦，这个配合活动，还有黑金港灯节的活动，花灯艺术品展示哦。哦，从那个桥南老街附近那边一直过来。哦，这么远，到过了信义路的桥。哦，到现在这里。哦，你看到东端了。前方那个是南荣科技大学。